哎，小月，这天都还没亮，你起那么早干嘛？是不是把你吵醒了？没有，现在天气转冷了，你也不多睡一会儿。你最近不是经常要去上早班吗？又不吃早餐就走，我就提前起来给你准备好，让你带着去。哪用这么麻烦，我在路上随便吃根油条面包就解决了。